席，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健步走到革命战士们中间。批准中苏条约的会议，周总理讲话。现在我想已经在莫斯科签订的三个文件，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城铁路旅顺大连的协定，及中苏关于贷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请求批准。周总理报告以后，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无党无派的人士都说了话，他们一致拥护中苏条约，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条约会帮助中国的发展，保障世界的和平。其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些工作，签订这个中苏的这个条约。这一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这个重大的意义，这个全国人民有所表示。在座的同志们专家，今天有数个同志说了话，就是算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定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发生了一个点，就是国内的换轮炮，把国外换轮炮所辐射的蒋介石换轮炮，我们打倒了他。那么国外换轮炮我们中国境内要把它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换轮炮，就是在我们国外的帝国境内。国内呢这个很困难，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讲跟苏联的关系这种友谊应该在一种华丽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这么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向外交部长在座的数字的委员都发表了意见，都很好。现在这个有没有人这个再说话了？
那么我们就不表决。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的正义路是团结全国人民，根据一切关系朋友的职位，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收敛我国新的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迷不走离家引户的痴狂和骄傲，准备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掩护敌人也根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陈长官楼婉婉也团结起来为我们的抗战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等你。这了几十年才中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驾出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陈彻成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了。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检阅三军。彭德怀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为了解放台湾，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向我国神圣兵权的扩展，侵华侵略，为了保卫祖国的意识，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命令你们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提振团结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少林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让我行到作战的意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负责命令，遵守纪律，为整体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方针而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胜利的斗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国防部长很大了。1954年的阅兵，充分展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时，我军以陆军为主，海军和空军为数不多，而这时的受阅部队已经体现出我军正努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发展，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了。国国的领导同志们，向国国共产党的代表同志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10年前。我国各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引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激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让我们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恶魔神的旗帜下，在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正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欢迎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劳害公平全体同志们、民兵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和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志们一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林彪元帅在命令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祖国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着他说，在祖国的大跃进中，每一个自然人都要满腔热情的自然人民群众，并按照各自的情况，以可能的力量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团结，准备和人民官和兵上级和下级的团结一致，告知党的总领先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我们的准备是不可再生的。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武汉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探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天生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受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搞头，不可能把这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把中国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这种大变革是毛泽东思想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变革是毛主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学说的新贡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进阶之品，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现这样的大变革，无产阶级专政呢就会削弱，就会贬值，资本主义就会采用各种形式武力，剥削阶级就会从无形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大变革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变革，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讲事实摆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鼓励以最小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的路线。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头部串联的，头部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子进入革命思想，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头部串联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进行。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将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同志，伟大的左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都是那些
资本主义道路的党产派，都是那些地府反坏有分子，也是这样，骨头只能筹集皮肉，文斗才能筹集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三个面面貌，把他们举发现斗的鼓励起来，都扯都夸都打。编资料，在林彪讲话之后，周恩来发表讲话，当时场内出现了不同的气氛。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工商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众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事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众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维系国民经济运转的历史见证。红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大学解放军是红卫兵的战斗口号。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红卫兵要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成为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军。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查研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联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同志们、同学们，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取得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党我和运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从广大的工农兵一道，从广大的革命群众一道，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战胜一切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党务不嫌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无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主权问题是不容易简单的，只有中国的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容易简单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他提出的时候，这个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不是问题。我想是三个意思，一个是主权问题，这样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制度问题了。第三个意思是我们合作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我跟他说的，他说要不排除了，这个是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多了，一贯我们根本差不多。中国将考虑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